有了感情就跑去跟人家要孩子，就因为何宇不是你亲生的，你说这种是瞎话吗？何宇如果是我亲生的就好了，这样就不会有人想要抢走他。如果不是亲生父母，经济支援者没有任何权利随便把孩子带走。这样虽然很自私，但我还是祈祷他的亲生父母都不要出现。何宇，是奶奶做错了，我会帮你找回爸爸，他是你的儿子，我们接回来养吧。明天晚间8点，给予幸福的人。